请看新兵进行曲。翻出来是有术士，你做飞行生到底做你身上？没关系，听了啦。哦，你叫小李，叫小贺。你，欢迎收看《新兵进行曲》，走回来嗨歌。我们今天新兵来了美女党，我们欢迎啾啾。啾啾啾，还有跟我有点像的米可白。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记忆大考验要考什么。哦耶，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答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。大家耳熟能详、朗朗上口的歌曲很多都和花朵相关，但是当出现在考题里，你能顺利的记忆并且成功配对吗？欢迎光临记忆大考验。马上来介绍两队参赛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帅气的元昊，可爱的啾啾，以及我们的林浩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我们漂亮的彤彤，以及米可白，还有我们的爱成。来，彤彤队，请进去准备翻牌。来来来，快点，彤彤队翻快点。彤彤队，请翻牌。我速度快快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我只看了一个。元昊队，请准备，来 ，Ready， 加油喽 ！Let's go。茉莉花，加油！茉莉花，野百合的野百合。木棉花，木棉花在哪里？木棉道，木棉道，好，快快快，木棉道，木棉道，快快快！木棉道，哎，可以这样子。紫香丁一定是紫色的。紫香丁好吗？紫香丁应该。紫丁香，紫丁香啊！是油桐花，油桐花。这个是蔷薇吗？蔷薇，蔷薇。答对，是啊，这个不好认嘞。木棉花，木棉花，差不多哎。木棉花，没错。桃花源，快快快快快！梅花，梅花，梅花，梅花吗？梅花吗？不是玉兰花，是看玉兰花。这是喇叭花，喇叭花。错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自己看的玉花？哎，哎，答对，答对。七里香，周杰伦，七里香，七里香长得怎样？对对对，七里香，七里香，木棉道，木棉道，对对对，黄梦玲大哥，紫丁香，紫丁香，错错，这是油桐花，这是油桐花，油桐花，啊对，兰花草，兰花草，兰花草是这个，啊对，加油加油，哎呦，七里香答对，桃花源，在这边。有谁会唱《兰花草》？兰花草大家都你会，这就你会，真的哎！加油！咱们美女啾啾自告奋勇高歌一曲，这个歌声究竟是如何？是魔音还是天籁美声？没关系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。木棉道，我们来唱一下。木棉道，好，来。木棉道，我觉得是在一个民歌时期的经典。木棉道，我真的忘了，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。木棉道，我真的忘了。
唱的这些旋律当中，有多少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激起他们以前童年的回忆？对对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的，在这边报告一下，原号在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55秒，哎呀，有一点点长，但是不知道彭彭队的表现如何呢？现在攻守交换。原号队1分钟50多秒，有一点点长，你们要加油，有机会。是长的，你对花有研究？那个时间是长的。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采花贼啊。你平常有男生送你花吗？大概走玫瑰花，走玫瑰花而已。那你呢？你呢？康乃馨。康乃馨，妈妈啦。没有啦。就是我喜欢满天星啦，满天星啦，我喜欢满天星。阿晨知道满天星，我改天送你。哦，你们两个要不要换？我要不要换个位置啊？不要这样，乖乖乖，妹妹妹妹，乖。讨论完了哈，你这个采花贼，花你一定很了解，我一定了解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号队，请继续翻牌。来。元号队，请翻牌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什么东西啊？5秒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我们两个看的是一样的话，那就惨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看到没有？您看清楚了吗？统统队 ，ready。Let's go！ 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对对对，左边，左边。牡丹花答对了。左边，左边。错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左边，左边，快快快快快！错错错错错，那不是的。好，玫瑰花答对。走下，走下，走错。我们看一样的。一剪梅。没花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惨叫连连，都是惨叫声。错错错！哎呦，梅花在哪里呀？很逊耶！这个谁？右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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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是油菜花吧？哎，这是谁啊？竟然还有那是谁？快点！这么说？对对对对，花王辉。错错错错错错错！鲁冰花在哪里？打开啊，然后在现在在做家事的朋友，那个人家走过去还以为我们这一段是在做外景的冒险节目。两个人在尖叫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一阵兵荒马乱，还尖叫声连连呢。我的天哪！来，在这边呢，向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彤彤在这一回合下时间是2分钟05秒，时间呢有一点点的长，里面。有一些歌其实是耳熟能详，是的，对，譬如《菊花台》。菊花台，爱成这里。菊花香满地香，你的笑容已泛黄。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。紧接着，《鲁冰花》。天上的星星。地上的娃娃像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啊，夜来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你要给他唱了，你要给他试试看，夜来香，你想要发片，我开始要发片，对。
走走走。月白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切切切。玫瑰玫瑰我爱你好不好？好，我这首很会唱。有吗？玫瑰玫瑰我爱你，来唱下来。玫瑰玫瑰，我还没有去找歌唱老师，我今天好下次来唱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攻守交换。神秘的史前时代总让人心神向往，这些远古的动物你认得几个呢？每个都能叫得出名字吗？马上就来考验你。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了。是，好，投投队请准备记忆翻牌。来，请翻牌。男士，好可爱，来五秒，怎么都长得这么像啊。二一，时间到。其实真的不难，只是他们翻到一半。几号？我刚看到都是看到了那个白垩纪时期的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哎呦，看得出来，真的很喜欢。你是有研究的呢。我有研，真的有研究。好，对，请准备，来 ，Ready。过去这是我答对。不是大喉咙。错。快。太难了。夹到喉咙。错。什么？不是那个。喉咙。后喉咙。答对。后喉咙。鸭。鹦鹉。鹦鹉。不止分工合作，而且刚才分的时候你们好像小朋友。哎，人家有小飞车哎！漂亮的时间是1分19秒，掌声鼓励。非常的棒，这个蛇颈龙啊，元浩，你刚刚跟他蛮熟的哈。不是蛇颈龙，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尼斯湖水怪？有。其实尼斯湖对尼斯湖水怪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人现在不是在传说说是有人假装恐龙在水里面假装。其实，在他们还没有大家还没发现说是个谜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猜可能是史前的恐龙蛇颈龙，在尼斯湖里面还活着，大家在猜测。跟大家报告一下。这蛇颈龙呢，与今日的海豹跟海狮的生活形态是相似的，身体粗短、宽广，身体的下部粗大而且骨骼呢？为什么你说下部粗太大？你一直想歪一点，我也是要看什么事？下部的腿粗大？没有，其实阿芳讲的没错，你看嘛，我们大家可以看过来，其实这个蛇颈，你看它的下部是非常粗大，因为它是在水中。游泳啊，它必须对，它必须速度要很快，所以它下部会比较大。对啊，它有强而有力，它有强而有力的肌肉来牵引它的鳍来游泳，长长的脖子表示它可以迅速的移动头部来捕捉鱼。紧接下来换到我们的彤彤队了，希望彤彤队可以加油。这样有点不公平，因为两个女生呐，对不对？对恐龙比较不了解，但是还是希望我小时候也是只有玩芭比娃娃而已。什么？姐姐喜欢，因为姐姐他们喜欢。那你有玩那个芭比娃娃，然后坐在恐龙上有没有？我就芭比娃娃两个人在打架。是的，马上攻守交换。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不要再准备，继续翻牌。哎呦喂！
莲花队请翻牌。什么东西啊？四三二一，时间到。怎么办？我不完了，什么东西？好，请出来。来，彤彤队请准备 ，Ready。这什么龙？错，鸡冠牛长在脸上的吗？鸡头在前，快点，快点，长毛虎，哎呦，长毛象，下面下面，鸡冠龙，错错，这什么动漫？还长得像鸡冠龙？它叫做赤翅龙，它赤翅龙，这个，哎呦，外神龙，这是什么龙？鱼龙，好来一个，金队长答对。超屁牛！雷龙，雷龙，没有超虎，没有超虎，错错错！那是什么龙？那是叫小小龙。喂，有小小鱼没有小小龙 ？OK， 答对，是龙。对对，好，应该是鸡冠。不是这个叫做李小龙。喂，左边左边左边，这叫鸟龙，鸟龙，鸟龙，下面下面鸟龙。异特龙、宝利龙、鸡冠龙，不叫宝利龙，哎，鸡冠龙有个鸡头，对啦，左边左边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不是左边那个，哎，对，异龙，有副长的，这个叫做眼袋龙，眼袋龙，哎呦，对了，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电电电，雷龙，还有谁呀？还有你啊，你是什么龙？我是豆豆龙。哎呦，也蛮快的哦，真的。艾辰，你看很简单。艾辰，你好聪明，你好厉害。哎呦，有个钉字，它就有钉子。哪里有啊？它的背有钉啊，就是钉背龙啊。哎呦，简单嘛。虽然我是玩芭比娃娃，但是还是会用我的智慧。你要讲清楚，你恰恰讲到你真的自己，你说我是王八。讲清楚啊。哎，艾辰真的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向全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董龙队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26秒，非常的不错，好不好？纷纷报告一下，雷龙，雷龙生存在中世代的侏罗纪后期，属于草食性，很长很长的尾巴，更是最佳的防御武器，能够防范敌人。再来是鱼龙哦。大多数的鱼龙利用它的长颈与短的这个利齿捕捉鱼类为食，鱼龙可以直接产小鱼龙哦。这可由母龙的龙化实体呢，内含有子鱼龙的化石来证明。现生的动物中，将幼儿直接产于水中的只有金鱼跟海牛，所以它是归类成哺乳类动物了。现在向全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两队两回合用掉的时间。我们的统统队用掉的时间是3分钟31秒，元浩队用的时间是3分钟14秒，喜元浩队进入奖金方方看，欧耶！欢迎来到奖金方方看，个十百千万，各数字开始，谁先翻？我先来，九，是的，第一个数字是零。十位数字谁？九九九。好多零哦！越来越危险。来，百位数字来了。来，那我先翻个数字。九九九九九九。九九。零。还是零哎！哇，今天很难赌了嘞。哇，我妈妈先下赌注。漂亮，好不好？什么赌注？到这边好，如果到万字的时候，他翻到九，我呢就做伏地挺身，背着一个女生。没有是啦，哎，那这女生很处罚哎。艾辰，我们一起拍《新兵日记》拍了这2个月时间，是你伏地挺身一个人就根本都做不起来，你还要扮女生？我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艾辰实际上伏地挺身3下做不到，但是背着女生搞不好做得来哦。情的力量。那如果是看到您的话，他背着道远，他会被压死啊！不要这样子，只要有数字，你带回去，对，好不好？也不用惩罚了，算你今天 lucky。但是如果翻出来是有数字，
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你做飞碟声带在我身上。好。九的争夺战，究竟幸运之神会靠哪边站嘞？但是如果翻出来是有数字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你做飞碟声带在我身上。好。小贺请下席哈，是一组的，好不好？很快的，我们来到千位数字了。我要闭着眼睛摸到什么就翻什么。喂，哎，你满了？小姐，那你们想说你会摸到我？一千块，哎，很好的预兆，很好的啦，很不错。来，紧接着来到万字。紧张哎喂，中哎，好久没翻酒了哎，很紧张哎喂，翻酒应该飞到远嘞，元浩加油，我想做爱情故事啊，等一下，考虑一下，林确定吗？元浩，加油，今天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翻出来有数字，对不对？爱成断腰，如果翻出来没数字，元浩断手。断手的诅咒，林，不要是林，好久没断了，看那是什么？要完了！电视前面观众朋友，元浩又再一次把90000块给翻出来。总共每次奖是91000元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！在高兴之余，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号码翻出来。本大会凭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我们绝对不是作假，所有的号码都在这里。爱成啊，爱成，爱成，天意啊！正所谓愿赌服输，各位。我们马上就来进行我们爱城的终极地狱 ，Let's go， 来，爱城，爱城在中间，好上菜啊，要别动，你先坐三下来看看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换我，我们被你骗2年嘞。你跟导演说你没办法做，做一下就趴下去，结果你2年都不用做，我们做的要死。不是这样，他做2天都这样，这样才不用出差啊。怕怕你都怕，但上上，骗我们。我撞上去，第二下，给他一点力量。好，全部力量。三下，第三下。元浩队得到我们的91000块钱，谢谢！我要中90000了，我出运了！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会喜欢。